来了，继续我们回来我们的指甲衣。我们怎么逃出去呢？现在制造木偶还有皮影的工坊。第三章，这游戏要多少章啊？看一下这里啊，这里是什么鬼啊？我们又要来烧脑啊！为什么这么多呀？就是弄一个东西说，哎，这可以查看。皮影制作的流程：先卷择皮，制皮，或稿后继续的审稿，镂刻嘛。敷彩时，就是涂上颜色的时候呢，颜色不得和原稿有所偏差。拼接后呢，确认和原稿无妨，才可以这个什么绑起来操作看，就是要很细节的哦。所以我要涂颜色，要接起来，然后再绑。问题是东西还没找完嘛？手机也看到什么吗？No！ 哎呀，这几个面具中哦，哎呀，这看起来好像真的人呢。然后怎么？一二，哦，要倒转，这也要放对一个顺序哦。这是颜色啊，哦，这么就眼睛开着了，这里看，哎呀，很冷啊。慈什么？慈闪的北方多闻天王雕像。这是这么，这长短长短长短的，这是这么，就拉到一样的长度还是什么？拿到一个油伞，这边有个鬼系的，什么鬼啊？众生皆傀儡，以魂为师，以戏子木偶。傀儡有头，鬼字来的，这些只在头上写红字风字即可。就是之前我们看到那个叫什么鬼吗？我们忘了吗？现在是叫我想办法把它给封掉吗？这油伞先不看那个什么吧，这有一个盒子，哎，盒子挂得太高拿不到，拿这个伞戳下来，哈哈，不行哦。这可以拎拎拎，还有另外一边呢，这颜色这么，某种颜料，什么？似乎是用来去掉油彩的，这可以洗，这可以上色，这什么来了？无法开启，后面反锁，这里又有一个铃铛，这里又一个铃铛，三个铃铛在这里，看一下另外一边吧。哎呀，这是床来了吗？等下掀开里面有什么？又有一个铃铛，四个铃铛，五个铃铛，六个铃铛。这不是铃铛，哎，这是什么？缺少人物的皮影。放一个在这边做戏啊，手机这里。哎呀，来了来了来了！紫白紫白绿黄红。这我要开吧，等一下先，紫白绿黄红先把它给搞了吧。紫白绿黄红，然后呢？哎呀，吓我一跳！那张白纸上出现了图案，然后这里，有点眼熟，造型有点眼熟。现在是拿了一个东西，皮影和图纸，我要搞这个东西出来。问题是这个点了，不是拿来用，不是点了它就开这张出来这么了，就是我不能用这个东西来点其他的东西，要搞出来这一只啊，所以现在少了几个部分，我们先把它搞懂这是什么来的。哎，这尊木偶似乎动了，好像是在楼梯口见过的木偶吧，怎么移来这里了？他这样抢回去了，点一下，然后自己抢回来，好诡异，给他一个闪，不行，手机啊，手机没什么，完蛋了啦，在林中干嘛？哎，这里还有一个洞是吗？哎，准备走过这扇门时，突然感觉有人用力将自己推了出来。根本看不到人啊，
几个铃铛啊，干嘛？这有一个香，那这笔化妆用的眉笔啊，至于写什么？戏班禁忌，切勿违背。女人禁忌进入后台，除唱酒者以外，不可做大衣箱，不许任何人穿。啊，不可以登台向其打伞，其要走伞为伞。鬼来的，迷失，好深哦！这游戏到后期好超级深的。现在我们就是要违背他的意思吗？拿正跟他画眉，不可以耶。小时候用那个笔跟他画眉。哟，你看，就是几个在那边挡着我嘛。他又不走剧情的话，我没有撸了。这个笔可以拿来干嘛呢？可以画这个东西。部分未上色。诶，这个眼睛还可以换的哦。我要看回去啊，他眼睛是怎么摆的。看啊。这这么远。太远了吧。而且我也看不到他们的眼神了，这么远。你放大嘛。就拿这个笔来一点颜色。哦。啊。然后我先。有这个笔，有黄色鸟，然后我要涂上色，这个是什么颜色？这是红吧？这个是黑吧？黑怎么上黑色呢？这个是哪里啊？这个也是红哎，你看这个红，哇、哦，鼓起来的是他的手啊，这里啊，所以这是绿色，这是绿色。我们先知道了颜色先，哎，没有颜色喂，那里有绿。红我知道，那就先点红吧。这是哪里？这不是他脸来的喂，这是哪里来的？怎么这个跟这个一样的？这是他的手来的吧？呢，绿色啊。问题是我找不到绿色啊。这是绿，这个是红。这我先把这个红给涂掉。这个肯定对了的吧？是吧？然后这个两个是绿，这个是黑呀、啊。哪里有黑？绿是什么？就是要自己加吗？哎，可能啊。所以我们先洗掉黄，然后再拿黄去蓝那边，不就绿了咯？哎呀，老吴厉害哟、哦、你！这个是绿，这个也是绿，这个黑是怎么样？三个颜色一起吧，要不然哪里跑黑来？现在是绿了。绿加红，黑色了哦，绿加红变黑色了，我也不知道哦，乱点哦。哎，颜色上好了，接下来拼起来吧。好，缺少皮影的头部哦，少了一个头，这眼睛怎么一回事？我不知道哦。问题是每一个都有四个方向，怎么猜？谁了啦？卡关了这么快？这个到底怎么解啊？这个好难哦，一点后面的两个就会换位置，而且它有三段哦。看一，这个二，这个第三，这个呢，这个是上一段，三段，这个是四段，一二四个不同的角度，哇，丢我真的是，它一按到后面的四个不一样的角度。哎，没有立刻破解了我这个。这个如果是要真的要我解了才可以赢啊。可能要明年了哦。手机看呢，手机看也一样啊，他们的脸没有改啊。那我怎么知道他到底要看什么方向，要看回那些书吗？书里面有写说要看啥里面？没有呗。哪里？鬼戏。看到一次这里啊，那傀儡有的人都不认识傀儡，装头不有胸前附身的傀儡，在傀儡的头上红色的风字，哦，就是可能我要拿一个红色的，拿一个红色的音哦，要不然，难道我要看这个笔的提示？不用这么笨的吗，老吴？直接先打个红先，封了起来，要不然它一直动啊。是吧？那我真的猜不到这个笔还能干嘛？还是说封在这里？不是不是不是，
不好意思啊，兄弟，我就知道。啊，风啊，不能动啊，这个可以抽走啊。OK， 很冷啊，突然间，用这个撒进去，然后呢？哟哟，为什么这个头可以摆不同的姿势啊？什么意思？他已经死了吗？哦，我要摆他这个的那个姿势吧。啊！哟，他喵了，很恐怖啊喂！这手可以换的吗？不能，很好笑哎！不行啊，这个脚怎么可能可以摆到两个直？跟这个一样吗？好像是哦。啊，手要这样哦。哎，是哦，直闪。这样你看啊，这个是斜的，这个是直的，这个手进回来，这个弯。这个头看着全面，这个手弯进来，这个头，这个小直了。哎哎，怎么突然间开了？哟，冷啊，冷啊！对哦，不能动了，不能动了，不能动。啊，不能动代表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啊，吓跑了，这样我可以去后面呢。哟哟。哎，这是那个头的部分吗？哦，找到了，我这里没东西哦。哎，只是一套衣服，我就知道是这样。呸，明明就不是衣服。你看这里有一个裆，这里有一个裆，这里有一个裆，这么多了，纯粹放美的是吧？嗯，货装水的瓶子已经空了，空瓶，这里有一个箱哎。需要两把钥匙才可以开哦。哇，好多东西哦，这次看一下这牌照啊。哎，有什么差别？这本黄色书，笔记本，够力了啦！什么？据村人说到，当年什么？后面有神灵托梦给村人，道其法力两倍，什么三藏真经，万物消亡后。没有什么吧，是讲故事罢了吧。传说成了一个巫神之法，保护这个什么，每代的大巫师都是通过某种仪式来选人，通常最有声望的人，所以村长才会变成那个啊，成为了大巫人后不再啊，这样不会再使用自己原本的姓名。哇，好多页哦。后世村人什么一座灵塔。进行，但见过的灵塔真的是存在吗？但每次都讲一个很高的塔，但是从来没有看过了。这什么？这首歌曲该不会是一直留在那个村子里听到了吗？是呗？不知道。然后怎么呢？哎，这里一个啊，那个头啦，上左右上下，上左右上下。哦，鬼来了。一组小木憨，所以这个头已经有了吗？把头放在哪里？有了，现在有头了，你也可以跳过了。这是什么？哦，我可以随便拖了，还可以转了呢。这没有很难啊，这个它会贴下去的吗？哦，有啊，好像稍微有一点点会自己贴。这个是不是左脚是右脚啊？反正左脚跟右脚配上了啊，对呀、啊。这个不知道是他的手的哪一个部分，他是短的在后面呢还是长的？短的在前面，这个也是短，这个是往上，对啊，对啊，这也是对啊，啊对啊，这手啊，手是怎么样？手一个是往下，这个，哎，手一个是开的，开在前面，关的在后面 ，OK， 这个转。OK， 就把它放上去。呜呼，拼好了，接下来应该是拼好后就是要解哦，就是用那个什么喽？这个啊，这个皮影的造型看起来有点眼熟，有点眼熟，什么放在这里啦 ？OK， 呜呼，有什么自己会动起来的？双眼所谓者，心中却是一片混沌。啊四位何地无以为何人？你还有这个？可是一
面镜子，镜子让我弹上一看。嗯，ASD 哈，我要控制的。嗯，哦，就是控制它。S 是什么 ？S 的手搓起来，不知道。走过去的镜子那边先，滴滴滴滴滴滴滴。嗯嗯，这镜子是他嘛？按一下 S 啊。是哦，开始游戏？什么？请尽快的操作，做出动作哦！我要一样开始。我怎么头动啊？我头怎么动啊？问题是，这个的第一次，你要告诉我什么键是什么啊？哟，我现在每一次按啊，你看我现在按它又不动哦。哦，这是中间，这是下面。这是线面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枪如影龙，李渊是英雄。假赛。亲可赦命，事了事了。事了不成是两朝廷，吾来此是为了救那心爱之人。心爱之人就是救我那个子，是吧？定是那罪人所逮，待我杀上前去。喂，这个里面呢、啊、没有血。嗯，哟，这是什么声音？从工坊那边传过来的，他踢开一条路了啊。这个云影的布景跟工坊好像。哎，这个箱子，那就把这个箱子弄下来啊，是吧？什么？遭受罪人囚禁。需要再巡山后回来。是否寸步难行啊？不能动了。什么？山坡回来是什么？被铐住了，无法前进。给他这个东西。不是哦。然后咋办呢？铐住了怎么办？山坡是啥？山坡？他开哦，这个门开了。OK。Let's go！ 哦耶，这什么来的？这什么？不知道。哎呦，这什么？煞金刚啊，那只哎呦，忘记它的名了啊，那只东西。这是个凶魂，已分成了三地风之，所以就是刚才我控制的那个皮影啊，它就是煞金刚，所以现在它的魂魄被分到三个地方了，分别在这个什么生前鬼系各物。可一处啊，不可将其放在一处，就是有三个东西有他的灵魂，我要找回来呀、啊。这个啊，这个投影皮影的东西好像，然后怎么呢？因为这个红色的封了啦，哈哈。这个东西放在这里了哦。空瓶，这还少什么？还少鞋。他的镜子哟、是我眼花了吗？那里写了一个数字，刚才我没什么看到呢。哟，镜子里那些是什么？感觉到一声相机，请还是不要乱拍照是什么？这写什么？20907啊。啊，是110907，好像是11比较多一点呢。什么东西啊？110907是什么？哦，这里，哎呀，110907开啊！哟，梁少平先生，什么少平？我阅读了一些古籍，那里找到了这个村的记载。这是什么？什么鬼来的？不合法的什么？这个叫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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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见字如面，柠檬。哎，等等，这是什么鬼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是铃铛吗？是都。哦，那个什么，那个上下的呢？这个太难了吧？就算他给我这个图，我也搞不出来呀、啊。哎，这把钥匙，这是照片呢。嗯。挺帅的衣服，
这照片只是可以看的，我又是诶，这里有箱，也不能点呢，没东西做，应该要先搞掉这个了。哎，426132哦，这个是最高。哎，怎么摸到了铁一样？难道这镜子真的是我一部分被吸走了？哎呀，我动不了哦，那咋办？我点不了这个东西啊，我怎么解掉它这个镜子的东西？完蛋了，被封住了哦，我现在。这里还没有，哎呀，哎呀，这里后面有什么？没东西，我倒下来啊！服装，眼熟，这戏服哦，这里有钥匙，还少一把，哎，忘记了这个箱了。空瓶可以拿来装啥呢？哦，摆在这里，摆在这里，我把他东西归还给他。现在还少什么？啊，后面那个三个东西啊。啊、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少了后面那个东西在哪里找？哎，这个空瓶来做么？我感觉我要看提示了，装卸装水的，卸装水，就是我可能要装一个水倒在这里。这，哎，真的是哦，装满了这个水，现在我拿这个水倒在镜子看。不是，这水来这么的，我不知道。哎，这照片可以点的哦，什么意思？啊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照片可以点的呢？哎，就是在这里的时候，它照片才会动了哦，是吧？哦，哎。卸妆油可以涂干嘛呢？照片，哎，就是我盯一下，哦，就是我盯这一下，它就，哎，照片抖动一下，哎，换了哦，你看它换了外面了，这样说我要去外面那边按了，我要来这里按了。哎，你看他手哦，他只拿一个钟啊！哦，懂了懂了，我、哦、厉害哟、哦！那边拆的半死，这是什么？哎，只是这个啊！戏台下的暗格兵器，原来时代兵器都是重罪吧？这人果然是一个疯子。照片中人的兵器变了，暗格里的长枪也消失，我已经见怪不怪了。哪里？就这里啊。然后我干嘛？然后我要做梦。你告诉我要做梦啊。哎，啊，戳他 S。 哎呀，厉害哟、哦！接下来，哎，接下来，另外一把，哇，厉害哟、哦！蝴蝶的玉石，蝴蝶的玉石也是啊。小红，我不懂得写情话，希望我们有如这对蝴蝶，一起飞向美好的明天。生日快乐！就是那个女子啊，那照片里面呢，是叫小红啊。这是他的前世吧，这个女子的前世吧，来了，很冷啊，赶紧把这个东西放回去先。哎，不是他的，这玉来这么，哈哈，这玉来这么，哎，哦，丢包他，感觉好多了。OK， 所以这个可以按了吧？426135，这个是最高，是。这个是第二高，一，这个勾里耶，这什么一三五？我丢！我现在就算是知道这个，我到底也不知道按几久啊！哦，他现在有这个东西啊！哈哈哈。
2,000 years later. 哎，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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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，跨的贵呀、啊，这个按到我，这个太难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兄弟们，我老了哇、啊，痛差数，我老了哇、啊，这个真是按不了、啊。感觉什么东西飞了过去，飞了什么？一点声都没有，飞了什么？哦，到哦，他回来了，忘记了。继续走，继续走 ，Let's go，Let'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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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哎，何人在此？不料这邪阵哦，若此门不开，我可无法铁心啊。嗯，咋办？奇怪了，被堵住了，拿着卸妆水卸掉它。怎么呢？用红色的笔，用你的武器撞爆它。不是哦，喂，又卡关了，卡关了，这样子。哎，多了一道门在这里。卸妆用途刚才不在这。啊，卸妆水，哦，变成一个门了。现在缺少了点什么？开啊！强哦、啊，强哦、啊，这代是真的强哦、啊，制作者，制作。又是你这鬼子手，我此次不会再另造你手。做，这是我按的吗？现在，走，我要干嘛？他自己走了。开始游戏。对，所以我是按上吗？上，上。哦，就感叹号的时候我就按了。哎呦，我知道啦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杀，下，下，喵喵，杀，杀，喂，够了啊，你要玩几久？够了啊？喂，哦，我救了那两个人了吗？哇哦，哎，无魂魄不全，身手，难怪他没有头啊，他最终被这个人砍掉了。不可到日残。嗯，哎，然后你把他刺死啊！所以这个是好的，然后就变成鬼了。永不超生。S。什么？仇啊！他来报仇了。耶，这不是刚才那部吗？是不是我？好冷，身后一阵风过来啊！